不一定有是非。那达到智波罗蜜的时候，那基础上它完成并没有需要运作的这个过程，它也不会有所谓知与不知的情形，而是实相。那这讲到菩萨的实地，为什么在心经里介绍着菩萨的实地？因为我们总会对于这个四谛六根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法会有一个次第的学习，但最终学习是要得证菩提。那得证菩提的这一段菩萨的这一段，我们就必须以实地来检核自己修行上是不是有若干不完整的地方。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护持佛法不遗余力，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若蒙捐助善款，请汇邮政划拨账户账号22718807 22718807，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共转法轮，阿弥陀佛。